我们一起，做观想啊。首先呢，我们继续复习啊，观想我们啊，这个人在娑婆世界啊，所面临的种种的挑战啊，跟啊修行上的一个啊困境啊。首先就是啊，我们呢，这个啊善恶啊均存在，那么虽得人生呢，它是以潜藏着的啊困难挑战非常之多，是机会，但同时呢，也一定要很用心的把握。首先就是我们呢啊，这个经上讲的生根漏律啊，生与根，根就是六根的哦。那眼睛一张纸就可以遮住了啊，那耳朵呢，关也关不起来。那鼻呢？这个是狗的一万分之一啊。那耳根呢？虽然是比较利啊，但是呢，往往呢受限于我们的业障啊，爱听名利之音呢佛法清净法音呢来听闻。那么意根呢？随着我们自己的这个业力啊。善恶啊，善恶定，善恶定啊。有时候好像想要做善事啊，但是呢，又好像不太觉得好像一样啊。那但是恶法呢，这个欲言则生啊，翻脸比翻书还快啊，是这样。那好的朋友啊，夫妻的感情啊，好像很坚固美好，可以为一句话，为了什么？道友啦，师徒啦，夫妻啦，兄弟啦，朋友啦，上司部署啦，可以为一句话，马上就翻脸成仇。那成仇，翻脸成仇，过去多久的好，是一刹那之间，成仇了，就再回来。古人讲破镜难圆，覆水难收。你看看，怎么坚固的守护、守护、守护，守多久都没用，这刹那之间破了，就回来。实在是啊，你不要烧一只碗啊，怎么样烧？怎么样化呀？多用心啊，土坯啊，怎么样？好了，放进炉子里就烧烧烧，烧不错，这样。怎么样？一不小心，咚。掉在地上，刹那之间回来，你以前多少努力在这只碗上面，破了就是，不会因为你努力多跟少，它这个破就可以回来。人的感情关系，你看我们这个无常相，你不晓得隐藏在哪里。啊，你今天你怎么样子用心啊？去守护啊！说破就破，破了就没。你看那个儿女啊。看起来好像很孝顺，但一讲到分家产，他们兄弟成仇，还跟父母成仇，这一成仇就怎么样，也回不来，真是。所以这就是娑婆众生啊，你看那个善恶参半，那个恶法呀，那个张扬起来，那善法对他没办法，这最实在，对吧？那这样了解，所以我们阿赞，这就是长养善法很难，成就恶法差。我也常常讲，我说你看登山啊，这爬那爬，在这个带那个，好辛苦啊！你看山峰到了，但是呢，你的眼睛一闭，手脚一伸，滚下来，刹那之间。这次乱换，也是这样，多少努力，刹那成灰。儿女啦，夫妻啦，道友啦，师徒啦，乃至于你的家里的建设啦，甚至于佛教在宗教里的建设等等，也是这样子，一口气不来，那都是过眼云烟。
与你无关。那你的这个百千万般的为他着想，无常一到，撒手西归，什么都没有。想想根本就不是比喻，你知道吗？你的路这一辈子为他用心呢，这个刹那没什么，刹那都没有。你的男女交往也是一样。想方设法讨好对方，满足自己，还装扮自己，让对方觉得我们是珍贵。但姻缘一到，说翻脸也回不来。都过去多少的努力，没办法堆叠，你知道吗？那真怪事。这就是人的怎么样被现前的恶法。起来之后，那善法是没办法成为什么？成为他的等价的计算。一方面，他没办法计算，哎，你曾经对我多好啊，我们好歹嘛，这留点颜面，没有，是这样。好，我们生死的无常一来，那你曾经为这个身体用多用心啊，怎么样？这个多多照顾啊，维他命整天吃啊，怎么样 ？COVID-19 一来啊，人一倒下去，那些努力也全无作用。所以娑婆世界恶业现前，那善业它没办法成为什么？没办法成为你你曾经有过的努力的一个支撑。你仔细看，我们误以为我们在做善法，好像很保险，没有。这无常一来，你多做多少的好事，什么样，它挤在那里。我说不是好事，好事倒是有的，就是你对这个身体多少怎么样，你的无常疾病一来，那些努力都不能化为乌有。你看一颗球，哇，到处你它要能够球里头的气体。要能够保住，你必须这个球的每个地方都不能有波动。它要是一个针孔有波动，就是一点点，这个球就不完整，气就先不动。哪怕它是一小洞，这个一小洞就是无常，就这样。所以诸位，但愿无常真的这样。我没叫诸位说，就这样子不去发菩提心，我不是意思。我只是让你认清事实，不要那靠口啊，克死，靠数，觉得自己很 OK 了，那很有能耐，你可以例外，没有，在这些事情上是毫无例外的，所以这是就是第二，人类在娑婆世界上面对这个无常，他为他在做多少准备，无常一来翻脸，马上认。经上讲叫做备恩如小儿，为什么备恩呢？为什么备恩？你得每天为他洗澡呗，然后呢喂养他，世俗人养三餐，修道人养两餐，好歹也养一餐，是吧？大概七年，爱护健健，养这个身体，说老就老呗。说病就病了，说倒就倒呢。嘿嘿，他一下不离开你，带领你赚钱，大家个洗身躯，天天帮他洗澡，天天弄好吃的给他，他不理你。经常真的就像你们背恩如小，小儿，想到小儿，我就想到我的小时就是沙弥。将来是备恩如小儿子，这样来起吊娃娃，将来行行为安装了，这是《法华经》上讲的，怎么样？不怀希望而为说法，有卖地有遗哦，那也好过，那条意思，那条比计较好贵，好好也阿卖无空来。
但是呢，终究你还是得小儿被恩，但是你还是得教的哦。生命无常，你还是得照顾生命啊。那到底什么？我们在狭缝中修行，在上一个无常跟下一个无常来临中间呢，我们就挤一点安稳的因缘，还是在修行。你看，咱们现在站在这里。我不知道什么下一次我还能看到谁呢？你在啊，不知道，无常就是这样子啊，所以能在这里，能在一天是一天，赚一天；能在两天赚两天；能参加佛七一次赚一次，两次赚两次；能来几次就尽量来几次。不知道，在无常之间。好生活是这样，鱼钩在阎罗王手里，咱们都有一条线被他牵，所以怎么办？拼了命把这条线给斩断，让怎么样？让阎罗王对我不可奈何，我才能够安稳怎么样？哎，这个做我们该做的事。那所以说，这就谈禅大师当年呢，深山里他。遇到范僧跟他讲，你要求长生药啊，我有念佛啊，是这样来的啊，所以啊，这样观想，你看看，这么注意观想，你看无常、业障、习性，还有人际关系不能堆叠，这你想想，你看看咱们在说，我们就是这样，清楚明白，不是说我们就不利益众生。就是说要认清啊，我们要利益众生，好歹自己不能就死得很惨，死得不明不白。那就刚刚讲的就是让我们好歹呢知道会怎么死，那怎么等我准备啊？等我准备。这个人呢最倒霉的就是要怎么死自己都没准备啊，等到死了你说啊我哪来死？所以说我们知道这些无常，更进一步的说，我们的生根漏月，刚讲生根漏月，然后呢，哎呀，生命苦短啊，你看十五六岁稍稍懂事，十七八岁转大人，然后呢说什么能够投票，然后接着呢恍惚找寻生命的意义价值，找到四十二三十岁的时候，孔老夫子讲三十而立。勉勉强强，既安那鬼差不多就是安尼啊，嘛无当变啊，二三十，讨老婆，嫁老公，生小孩，为他做奴隶。那接着呢，就是努力，大概好歹要把儿女搞成二十岁。那你要三十五岁结婚，算是很不错了啊。三十岁结婚，然后生小孩，隔年生，那么就三十六岁，三十六加二十年。五十六了，距离棺材好近了，是吧？一不小心 COVID-19 又来的话，更近了，是这样。经上讲啊，这个浩荡奔向死亡，犹如箭射箭，就穷那一条。那我们常常讲。老人呢、啊？台湾那个老人呢、啊？走在路上，旁边有个机车，很快，那老人会骂，会怎样骂？砸骗的路西，哦不，跑得不快，那赴死了。这句话好像在骂那个骑机车的，但是我在想，他烂的是路西，烂的照着今年的路西，今年的谁讲？今年就这样讲，那不是一天一下就照着骗，那个地方照着骗。大家了解意思吗？所以说这个啊，这个生命是这个状态，那我们得观察清楚。利益众生，他们肯定要啊，不是说我们这样都吓到他，但不是。但是不吓到，但是我们观察清楚，我们不能让他笑说：“哎呦，你嘴也跟他讲个懂众生啊，你赶紧跟他死都不在。”那这样叫也不行，对吧？是不是这样的？所以我们是要认清。刚刚讲这话的意思。
不是说叫大家都下道啊，不度众生啊，好、哦，然后做小圣啊，然后治疗，不是这意思。就是说，好，我要度众生，但是呢，状态分清楚，啊，情势判定清楚，敌人在哪里，咱们知道，对吧？是不是这样？作战的首先就搞清楚敌人在哪个方向，啊，我你请而诸位都有，请进门而怕都有，他就在哪里，所以。这些无常，他就在对付我们这梦中的。我们昨天讲，我们其实在梦中，我们不需要去杀老虎。但是呢，哎，这我在梦中，他会对付我，那我怎么办？我斩断无常阎罗王的这条绳子。那我让我自在，就算我不自在，我能够靠他自在。我不立即自在，我临终我能自在。所谓的自在不是开悟，所谓自在就是愿心信愿。坚固，来啊！你有说我一句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来搞接引。阎罗王上面的名册与我无关，我们都在阎罗王 club 来的名册，我们是阎罗 club， 这个阎罗这个阎罗这个俱乐部里头的名册都有，你看是不是？现在这些黑白无常也开始用 iPad， 这个错误几率很低。以前还跟黑白无常抓错人的，去还阳的，现在恐怕这几率不高了。哪个地方把电子化，公文把电子化，是这样。所以怎么办？那我有办法了生超死，就是用贪婪，当年他找。遇到了犯身啊，跟他讲，唯有念佛，这样子信心坚固起来。我还是要度众生，但是呢，我用阿弥陀佛这个上方宝剑啊，对待我的生死，我就有把握。我念念念佛，念念祈佛，虽在无常之中啊，我意念弥陀，一口气不来。到极乐世界常寂光，那还没去之前，我如果心中笃定，那我随缘在娑婆世界游戏人间度化众生。好，度化不错了，我们就是游戏人间，那怎么样？我护持三宝，总可以吧？是不是这样子啊？这样想，你常常这样想，你就不会对你身边的那些钱呢、啊，老是想要留给儿女，就不会。就多阿二德，村内种的，村内你，你家己去做功德啊，自己做功德，纷纷己祸不打己，还可以将这功德真实的回向给儿女。那么你现在就交给儿女，你儿子跟你媳妇儿，感谢你哈、哦。两天到三天而已啊，他们马上就会花怎么花钱呢、啊？怎样在伤脑筋？他不会伤脑筋，你这个阿娘，你这个阿爹，哦，给我多少钱什么的，他不会常常这样子。你看看有那个分家产的，然后分完家产之后，那个儿女就在家里立个牌位，每天拜阿爸、阿妈，没有，就嘴里讲啊，谢谢妈妈，谢谢爸爸。我的心还嫌少的说不定，所以诸位啊，卖肉啊，一辈子为儿孙你也够了，现在呢，把这剩余的精力拿来拜佛，剩余的财富留部分给他们做个创业啊，也算合理，剩下的你要规划啊，对。供养三宝成就大事业，今后眼睛一闭，有福可视，有善可依。去到阎罗王那里，还可以跟阎罗王拍板，说一起来找我送上。我讲的做这么多，刚都无卡。他翻一翻啊，拍摄证据啊，听起，你的放地上。这是那个镜头转的阎罗王，有这情况。所以呢，要这么想。那现在呢？现在好好的念佛、修净土法门，跟阿弥陀佛建立坚固的信愿之心。
一方面呢，世间修福报；二方面呢，真正靠弥陀。那大小乘自他解脱，于此圆满。这是净土法门给我们最好的因缘啊！啊，这样想完了之后，我们合掌当胸，眼观坛仪，口称圣号，耳听法音。身作恭敬之礼拜，与大众同共同闻秀佛之香，升起恭敬之念，意念则起一起我顺佛本愿，发愿临命终时正愿现前，一心不乱，决定捐除远离各种灾难障碍颠倒妄想，就让弥陀佛决定来接引我，我才去。心不动摇，这就是一心不乱。好，万缘放下，信任起。刚刚说的六根清净，净念相继，念听拜。Four.